朋友的生日派对的时候，然后那个音乐一放，然后照理说主人已经上场了，是不是宾客也要跟着陪他一起去跳舞？对，当时就穿一个那个短裙的连身洋装，然后我就立刻说这样，我就这样上台上去，然后就这样一直跟他一起跳，不自觉。然后后来我就被我老公找一个人把我拉回来，说你怎么露内裤？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息地。